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皮虎，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岗？红娟，红娟。 3天了，那个我都写完了，我看了，啊，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还行吧。赶紧收拾，咱们出去。麻将，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成。 钱，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现在何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看得见吗？啊，看得见，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这个啊，这人啊，这念入啊。哦，这个啊，是。天哥，天哥，我的家。 黑子哥，哟，起子哥，可有2天没露面了。我这不是忙吗？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我这不来了吗？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天儿哥不见了。不，什么叫不见了呀？这2天呀，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这不行，我得找找去。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那天儿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起子，你怎么来了？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什么话？天儿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儿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天儿哥失踪了。 什么时候的事儿？都失踪好几天了。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哥不见的？这2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春生，天哥好像出事儿了。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哥出事儿了？昨儿是我生日，天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1天都没露面。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进口录音机？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这事儿，件事儿，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兴趣的朋友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哎，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你们也敢干？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兴趣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2天好像刚回来。我知道了，祁连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攒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那怎么办呀？天儿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儿了吧？杰子，我问你啊，祁连他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老四，李尚尧手里也那么一破玩意儿。我知道是谁了。谁啊？李尚尧。李尚尧？哟呼，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言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7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让人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你装死你！问你件事儿，什么事儿？说。5天前晚上，你在哪儿？在哥们家喝酒。想都不想就说。5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他脑子好使呗。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啊？李尚尧，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了坏。天儿哥哪儿去了？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呦，瞧把你能的，不过了。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天哥在哪儿？天哥在哪儿？不知道。再问你一遍，天哥在哪儿？找着了！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哎，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回来。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 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处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这3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是吗？ 不是吗？可能吧。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肖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 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肖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子的阴影。 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哎，小芳，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洪涛，快上车，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 临时中午家宴，点名要见你。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上级。我还有事儿呢。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次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走。照片烧了就没了。哎！阿姨，妈，船长，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有心脏病，都快不行了。我找多哥见见，很快回来。小妹，郭老师没事吧？妈。红玲。 阿姨怎么了？我妈快不行了。上车。好。麻烦您搭把手。哎呀，好嘞。谢谢。哎，麻烦让一下，谢谢。红玲，开个门。快！让一下。哎呦，阿姨。大爷，人呢？车拉走了。红玲，你也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妈，医生怎么样了？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好。 大夫，谢谢您啊。国华，我没带钱。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大夫，怎么样啊？送回病房吧。啊。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了。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 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对，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心脏植入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了。 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要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 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红玲，你怎么想啊？不知道。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 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 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这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这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大不了住招待所吧。住招待所？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 哦，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哎，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艳秋姐不还跟家呢吗？哎，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哎，红玲，进来吧。 红莲儿，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一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来，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睡得着吗？怎么了这是？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 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儿，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儿。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志仔，红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哎，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儿。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儿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 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啊，我跟你一起去。嗯。红莲，上车。哦 国华，有事儿啊？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我以为我听错了呢，是咱家儿子吧？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说。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她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 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她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 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哎，你等等，你这孩子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呀，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对啊，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良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的有点太宽了？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小涛，陈涛，正找你。这位是？嗯，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你好，你好。红娟，你还是先回去吧。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19课了。你都19课了？啊。中间缺了2课，我还说过2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行。哎，你是准备高考？对。没有高考，你知道吧？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嗯。他说什么你都信？信。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红娟，你还不走啊？啊，行，那我先回了。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吧。不了，我还有事儿呢。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陈红娟。 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他是我哥的同学。哦，那怪不得。怪不得什么呀？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 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个殴什么的。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考大学。嗯，你的主意。对啊。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你不信，有人信。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刘大叔，春生啊。哎，喂，你好。肖春生吧？对，我是。您哪位？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啊，我爸他怎么了？肖延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不是你说什么？春生，医生叫你过去一趟。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哎，谢谢大夫。春生，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肖延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真的？嗯。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啊、哦，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 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嗯，老人年纪大了，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 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来，谢谢啊，没事。红玲，国华，你来了。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 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咱俩之间不用说谢。哎，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一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对了，老杨。 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啊，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嗯。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哎，这个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 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怎么会？你可是同代嘛。爸，慢点。嗯，来。 叶参谋，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马上换成行军床。是。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哎，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首长，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态势图5的，一盯就1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哥，这个小意思。来，文章，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岩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你也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呀，哥收下了啊。文章，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哎呦，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辛苦了啊！哥，哎，没事，哎，好嘞啊！春生哥，齐活了，行，回家。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很好。放大镜。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波光粼粼中生花。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一起看潮落潮来。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娓娓道来，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哭着笑着娓娓道来。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波光粼粼中生花。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你在讲，我在听；你在讲，我在听。